热热血沸腾，廖老大的台湾达龟号6号跑出时速0到400公里8.72秒成绩，完胜大陆杰尼龟的8.93秒纪录，却遭到许多大陆抖音车圈博主不断询问，为何没将成绩上传美国车速加，质疑成绩造假。但是由于昨天天气太阴了，所以卫星少接收到的讯号，没有办法上传。 廖老大澄清，测试当天天气不佳，少一颗卫星接受讯号，无法上传记录，还会找时间测试。结果23号凌晨，廖老大团队再次借用私人场地进行零四实测，达龟号跑出8.59秒加机，成功打破亚洲纪录的8.62秒。又两台测试，一样都跑出了8.59秒的亚洲纪录。 我们算是正式打破亚洲纪录。时隔不到20天，廖老大透过脸书公布喜讯，打破世界纪录，把对岸赛车手圆圆甩在后头，也誓言下一步将挑战世界7.9秒纪录，证明实力，希望让世界看见台湾。记者韩志信、李云杰，台中报道。 往往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能够真的帮助你做好环境跟物品的行销。那像我们中天呢，全天摄影棚呢，都是不停的以水神雾化器来喷这个水神，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。那随时喷的话呢，水神随手喷这个部分也非常适合。去哪里买呢？都可以到快点购。